的话比较 tricky 一点。Disco 呢？接下来来把 octal table 向中间收敛。octal table 一定要转角非常的 sharp， 非常的明确。Central Group 必须要评分 Occlusal Table 的位置。而你有越界的部分就把它先修回来，然后在另外一边加长一点。牙齿已经在呼唤你了。那因为刚才我把 bubble pass 的修过去了一点，所以我把 linkful 再加长一点过来。把六颗完就结束哈，我知道我一直都没有示范到七，七很可怜。下一堂课有机会示范，再示范七。五和六已经完成了，而且是在咬合正确的情况下完成。